警方目前正取缔老五区的非法猫山王榴莲吧，并扣留任何非法入侵森林保留区的农民或人士及充公交通工具及工具。这起事件引起民众热议，因为这些都是农民耕种超过七年所付出的心血。森林局执法行动不近人情，下令即刻砍树，被砍伐的榴莲树都是结满榴莲果。一名乌裔网民质疑，政府要展开取缔行动，为何不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执法单位直接砍掉即将收成的猫山王榴莲树，这样农民和家人要吃什么？这位名叫 Don Jai 的网民拍了一段十分钟的视频声援农民。他说，老五已被视为猫山王榴莲城，连他身为外地人到老五时都看到路旁左右几乎都是榴莲吧。他质问彭亨州政府，为何非法吧如今才成为课题。华裔农民也是大马人，大家有权知道为何执法单位不是从一开始就防范未然。县土地局、森林局为何都静悄悄，不曾针对非法吧发言？是谁从一开始就让非法农民开吧耕种榴莲？他认为反贪污委员会理应早就派人下乡调查，不是等待事态严重才调查，或是辩驳说没有接到民众投报，同时也质疑是否没投报反贪会就无需执法。试问有谁会冒险私闯人家的吧地，投入大笔资金及几十年心血开吧耕种？这是不可能的事，反贪会早就应该调查内情，不是等到今天。他说，农民们已经通过司法途径取得上诉庭暂缓令，执法单位却在此时采取行动，到底是要玩什么手段？他也向州政府领导层开炮，指他们只为捞取选票，在大选期间亲切拜访选民，大选后就不见人影，对人民漠不关心。最可怜的是警员，他们只是履行职务，却被公众辱骂，成为政治人物和领导的戴罪羔羊。此外，他也同情农民辛苦耕种的猫山王榴莲树被砍伐，尤其如今正值是榴莲季节，大家都要吃饭，若等待政府援助，都不知要等多少年。都赖区州议员邹宇辉炮轰州政府是流氓政府，他们的行为引起都赖农民的愤怒，因为农民辛辛苦苦耕种几十年的农作物付诸东流。他指出，现在是榴莲收成的时候，就算有关单位要采取行动，也该让榴莲季节过了先，而不是现在。我不明白他们脑中在想什么，州政府没有考虑过他们要如何生活下去，这是令人遗憾的。而且目前农民的停令还是在保护着他们，也就是说这块地还是属于许多诉讼人的，但是州政府却一意孤行，把法律操纵在自己手中，不止让法律系统崩坏，也让大家看清楚彭亨州的流氓政府。无论如何，他透露律师团队也会通过不同法律途径提高执法单位藐视法庭的行动也在进行中，我们会继续奋斗下去，不会放弃。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旺罗斯迪说，希望此事不会演变成种族课题，因执法单位之前也在双溪伊查、金马伦及利卑格草展开执法行动，涉及各种族的非法活动。针对行动违反上诉庭颁布的暂缓令，他说这是不正确的指控，因所有执法工作都在被指示彭亨皇家榴莲集团所拥有的榴莲园土地范围以外进行。在取缔行动展开前，
执法单位已咨询州法律顾问办事处的专业意见，包括探讨上诉庭的暂缓令。